两周胖虎变闪电，穿上热裤海边煎。各位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肥油赘肉要减？来，最简单的办法，你只要把每天的晚餐改喝减脂神汤，两周要瘦个3-5公斤是很简单的事情。今天呢，机器老大就要来告诉你啊，做法超级简单，最适合夏天又好喝，减重效果还超好的身轻如燕减脂神汤。两周胖虎变闪电，穿上热裤海边煎，我们马上开始吧。来，身轻如燕减脂神汤，我们准备的材料有洋葱一颗、白萝卜半条、红萝卜一条，以及高丽菜半颗、芹菜一小把，以及番茄两颗、豆腐一盒、鸡蛋两颗，以及啊我们的丹参啊20克、生姜啊4片，以及啊蒜头两颗。好，做法超级简单，就是啊刚刚的材料啊全部啊拿来切一切，拿去煮就对。对啦，洋葱、高丽菜、红萝卜、白萝卜洗干净之后切成小块，番茄如果你是用小番茄你就对半切，如果你用牛番茄你就一颗切成1/4或1/6，豆腐切块，大蒜、生姜切薄片。好，像这样啊，用大锅子把丹参、红萝卜、白萝卜、洋葱加水啊中火煮滚，小火再煮10分钟，再把其他材料加入再煮10分钟，起锅之前啊打2颗鸡蛋搅拌即可。好，这时候啊你可以加入一些糖、心子、七味粉、盐巴、胡椒、鸡粉调味就 OK 啦。好，如果啊你想要更有饱足感的话，加入蒟蒻也行。现在已经煮好啦，这个降脂神汤啊绝对不是像一般美食家营养师只是把一些啊低热量的东西拉进去这么简单，七七老大帮你设计的每一个食材它都有它的意义存在。丹参降脂降胆固醇的效果超级好，白萝卜、芹菜针对于你现在夏天湿热严重，可以啊清热利湿消水肿，红萝卜有膳食纤维帮助排便，生姜、蒜头、糖心子啊增加你的代谢利水发汗，同时让这道汤品不会太寒，豆腐和鸡蛋补充你的蛋白质让你的代谢提高，番茄抗老美白增加你身体的保护，这就是啊夏季最厉害的减肥餐，而且你喝完不会贫血掉头发经期不来，考虑到了很多的季节、热量、营养素、价钱和功效，绝对都是面面俱到。你什么啊掰掰袖垂到跟飞鼠一样快要起飞的啦，什么游泳圈你给它挂7-8层的，只要你每天啊把晚餐啊换成这一道身轻如燕降脂神汤，绝对保证很简单就能瘦哦，全体质全年龄都能够用，经期啊也可以喝。来，小黑来喝喝看，这一碗是很清爽的哦，对不对？它蔬菜自然的甜味就很棒，甜的。而且我原本以为那个会有中药味，但是对呀，不会不会有。丹参降脂的效果超级好，而且喝起来你不会感觉到有怪味。如果你想要让减肥的效果更好的话，你把丹参提到30克都 OK。可以哦，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我建议他吃这个，结果2周瘦7公斤，是吗？效果超好。2周的时间把晚餐都换成这一个，然后你搭配运动，一定要运动哦。搭配运动的话，你效果就会增强，如虎添翼。你刚刚煮的那个分量就是1周的量哦，你把它分成7份，如果你没喝完，你就给它放在保鲜盒或者是夹链袋啊，把它放到冰箱去冷冻啊，它可以放啊3周以上，冷藏的话就。可以5天哦，但如果你嫌呐一周喝这个汤啊太空虚寂寞冷怎么办？我跟你说，你可以啊在里面啊加入一些瘦肉或者是一些啊金针菇。如果你想要调整汤头的话，你可以把它加入什么哦，泡菜或者是味噌，这个超好哦。这样二次加工，你口味上多点变化，你就会更容易坚持。而且泡菜它超适合减肥，热量低，100公克只有32大卡，而且它的辣度还可以增加你身体的代谢，消耗更多的热量啊，用来减肥是超级适合。味噌啊，你也可以加个1小汤匙，它一样很瘦。除了提味以外，味噌其实是可以抗氧化、抗老，还能够抑制胆固醇啊，超级厉害。一定要搭配快走哦，你运动啊，这样效果才会好。然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越喝越瘦，越喝身体越轻盈啦。